教，这里是上虽然谢谢您的好意。Hide and seek，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刷新最短战斗时间记录呢？这把油大下去，你们都会死。德丽莎，出，明明只要没事守护他人。这种小儿科的任务就别让我出场了吧。今天是德丽莎第一次和崩坏兽作战的日子，幸好要讨伐的只是区区战车级崩坏兽，他使用的装备我也仔细检查过了，在食物配给中也放上了他喜欢的苦瓜汁，修女服的裙子也好好洗过了。我最近是不是对德丽莎过分溺爱了呢？奥托，1973年12月23日。
起睡午觉嘛。这里是远东支部第一小队的家里德丽莎，按照和家里的德丽莎，可是这是最不等等，对不起，爷爷。嘿嘿，这可是学院长的职责啊。加里，你是不？我不会让任何人死的。海登斯，好像比刚才的对手稍微强了一些嘛。原本被认为是残缺品的复制人少女，却因为那一刻的人性之光，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并得到了德丽莎这个名字。在1973年12月24日的帕凡提作战中 ，B 级女武神德丽莎初次出战。为什么大晚上？我知道了。我还跟。